你不换衣服，你看什么看？不盯着那人跑了怎么办？你少废话！我看你就想占人家便宜。臭流氓！我不快站！ 说去刺师傅，为何要回到这里？去刺师傅之前，我们得先找到一样东西。公主的发绳。嘿，小唐玉，没想到你还挺懂女生的嘛。公主不是说那个发绳不重要？哎呦，你懂什么呀？这女孩子嘴上越说不在意，往我心里越在意。而且，我看灵儿都偷偷流泪了。 虽然我不想她在因为李逍遥而伤心，但是那发绳对灵儿来说是个纪念，所以无论如何我都得帮她找回来。你干嘛？ 先观察看看，小心打草惊蛇。小唐月，以后呢，你不要总叫自己属下，也不要再叫我少主了。为何？因为……怎么，我的命令你有疑问吗？那属下应该如何称呼少主？叫我。 算了，等我想到以后再说吧。是。